近年嚟咧，內地嘅蟹王蟹膏飯熱潮咧，席捲嚟到香港。而林鴻記水產嘅老細咧，亦都試過坊間唔少品牌嘅蟹王蟹膏飯。佢發現無論色香味啦，都爭緊啲喎。所以佢決定同佢嘅團隊一齊研發，最終呢一道黃金蟹王撈飯就誕生咗啦。我哋每日都會從香港仔度入新鮮嘅靚蟹，呢個季節係使用黃油蟹或者係膏蟹，專揀八至十兩重嘅蟹，每碗飯大概用到七至八隻嘅肉蟹同埋十隻膏蟹嚟整。如果啲蟹少啲膏，我哋都唔會用嘅。睇下佢好多蟹黃蟹膏啊！哇，係黃金嘅顏色啊！我成個倒落去啦，好新鮮啊！哇，好過分啊！唔敢咬。我想講咧，老闆係超有心思，因為佢喺裏邊咧加咗蝦肉同埋魚翅啊。嗱，蝦肉咧就可以令到成個口感咧更加豐富啦。而呢一個魚翅咧，望落去咧閃靈靈，食落去，哇，好滑啊！我想講咧，如果加埋蟹醋咧，個鮮味會更加出噶。呢個 set 啊，有咁多蟹肉、蟹膏，仲有魚翅啊，加埋兩個小食，就係麻辣雲耳青瓜同埋炸鮮奶，美琪你大出血啦！咁又唔會喎。林鸿记水产的黄金蟹王捞饭套餐原价179元，轮住买抵食价89元，半价有找啊，限量5000套，抢多几套都不怕肉赤啦。